Kill 房间爬满区，奈克让他瞬间醒悟。妈妈走了之后，我就废了一年，整个就是垃圾啊或什么就开始堆堆堆，这样不行，就是要还是要去倒垃圾，然后去找最旧最旧，好像快一年以前的垃圾袋，我就一拉就啪就整个床，天哪！原来会有虫的。就在今晚11点，《麻辣天后传》准时上朝。